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台服最新的这个端午节的活动，叫做端午节虫子扫荡大战。那这个活动呢，它很简单，就是你只要等级角色等级60级以上，你在这个旁边或者是在任务栏里面，你就看到这个端午节虫子扫荡大战。那点击下去之后呢，它会传送到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图，就是污浊之地。那这里面呢，它的怪物就很简单，都有这个被污染的蛋。那你把这个被污染的蛋打掉之后，它会随机出现一只怪物。那这个怪物基本上强度都不高，可是它的经验值是非常多哦。我们现在来随便来打一只怪，来看一下哦，这只龙吟没几秒就死了，然后它的经验值是40000多。哦，这个比较少一点啊。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经验值，这是夏洛伯4000多。啊，这个就40000多了。有些怪比较经验值比较少，但有些怪很多。那这个经验值设定的差异还差蛮大的。好，那这个是额外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。那这一张地图它怎么玩呢？来，我们在解这个任务的时候啊，它会要你打250只的怪物。在这里面打250只的怪物，那你打完之后呢，就会获得10个艾草跟200片的这个婴孩煞祝福，就是叶子就对了。你会拿到200片的叶子，那这个艾草呢，可以去做什么用？我们在制作系统里面的活动，然后移到最下面这边啊。艾草的话，它就是可以拿来制作东西啊，它甚至也可以拿来制作东西的材料。那你也会在这个打怪的时候，它会随机掉落这个不知名的艾草。好，那这个不知名的艾草，它就可以同时，去制作竹叶，或者是制作这个艾草。那竹叶的用途呢，它就是比较简单一点，它比较单纯。竹叶的用途就是拿来制作端午节的粽子，10个竹叶，然后加10000块，你就可以换到一个粽子。那这个粽子呢，它就是，使用之后会获得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 buff 效果。好，那其他的这一些艾草啊，就是拿来做这些香包了。那这个香包它总共是有3个阶段啊。它这边有一个第一阶段，然后第一阶段制作出来之后呢，你才可以去做第二阶段。那第二阶段这个，它当然能力是叠加的哦。然后第二阶段制作成功之后呢，你想要做这些香包，就是有能力的这个香包哈，能力属性的这个香包，必须要有第二阶段的才可以用。所以我自己是这样分类，这个是第一阶段、第二阶段，然后下面3个，香包 DEX 就是敏捷，然后香包智力的。或者是这个香包力量的，这是属于第三阶段的。所以如果说你有这个艾草的话，它一次要100个嘛，然后你加10000块，你就可以去做第一阶段。但是要注意的是哦，第二阶段它这个制作是有几率会失败的哦，所以它几率失败的时候，它会退还给你一个前一个等级的这个香包。那下面这些能力的香包也是一样的，如果是制作失败的话，它会退回给你这个第二阶段的这个香包哦。所以这个大家在制作的时候要去给大家注意一下啊。那当然，我们如果是纯粹是用活动送的这个艾草啊，是一定不够来凑集这些数量。那怎么样去凑呢？很简单，就是你现在来这张地图里面，然后用瞬移的方式找到那个污染的蛋哦，一大堆的地方。那你在这些污染的蛋就是在随机打怪的时候，它就会掉落这个不知名的艾草，那你就可以把它收集起来，那再去换成这种艾草。那这个打怪的速度很快，所以我觉得速度上来说，一天可能应该可以收集到100片，应该是不是太大的问题啊。那你在里面打到这个端午节的补给箱，这个也都是怪物随机掉落的啊。那补给箱开起来的时候，它有可能会掉落的有战斗强化卷轴、龙珠、变身卷轴箱或者是料理箱。然后变身卷轴箱呢，它会根据职业开出不同的这个红变卷轴。那这边的话，小编也来试开看看，看我们有没有机会开到不错的东西。好，那刚才还少讲一个，它还会掉这个助武助防，还有红武红法。好，那这个是不错的，我们来看一下5卷。好，变身卷轴箱一开始就拿到了哈。2个龙珠变卷箱3个了，哦，总共一个像我8箱嘛，8箱就开到一个这个5卷，然后5个红变卷轴箱，然后跟2颗龙珠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如果是以这个龙斗士来说的话，就是变身成这个荆棘公主的艾薇，那我们就全部把它开起来用，总共有2种哦，有3种哦，
金杰公主艾薇、格斗家女，还有这个黄金武师，总共有三种变身。那详细的这个清单呢、啊，大家可以去官网上面去参考。你可以每一种角色可以变成什么，它这个官网上面都有去描述哦。那这个活动的方式跟它的内容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、啊、你只要去打怪、打怪、打怪就可以了。那剩下的东西就交给这个制作系统来做了、简单来说，我们这个核心活动的核心道具其实就是这个不知名的艾草。你打越多，然后就可以去制作成这个艾草，然后你才会产生以下的这些东西。虽然说要花一点这个天币啊，但是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数量都他要的这个数量都不大，金额都不大，所以还好，应该对大家来说应该是蛮好去应付的、那要记得哦，这张地图如果你要手动练的话，你要手动挂的话，准备多一点的那个瞬卷哦，没有蛋的时候你就把它瞬移。那这个地图它可以每天可以进来一个小时，所以当成是练功用的话，其实它也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地图，而且它整个地图都是属于安全区域、所以你可以安心心的在这里打怪，不用怕被其他的这个敌盟干扰、被遇到就遇到、都不用怕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端午节的这个重置活动、那如果喜欢小编的影片，或者是想要知道更多、这个分析的资料的话呢，欢迎大家订阅大不铁的 YouTube 频道，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哦，拜拜。